周生如故，一生一世，古今联动，名场面盘点，似曾相识的打扮。入了王府，要谨言慎行，不得辱没咱崔家的名声。十一，在家中被唤作十一是吗？你在我们这些裁缝眼里啊，那就是宝贝。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裙子呀？这个颜色我很喜欢。一如往常的问候。怎么了？他要给你请安。请安？你每天都要拜啊？回殿下，为弟子者晨昏醒进，不可怠慢。我工作起来之后就很难保证可以随时接到电话，所以我想跟你约一个固定的时间，每天可以通通电话。早上7点，中午11点，晚上11点半。好，等待千年的婚约。若有来生，欢迎先娶我，可好？你不说话，我当你答应了。我现在需要和一个人订婚。谢谢你啊，特意告诉我，祝你幸福。你误会我的话了，我的意思是，十一，你愿意和我订婚吗？记忆深处的阴影，请娘恩准女儿舍弃崔姓，十一只是南城王府的十一。周生辰，我来嫁你了。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老宅的全景，现在还能看到落日。我有点恐高，今天好像特别厉害。来，这样会不会好一些？永恒不变的爱情，朔州豪宅，六出台州，他们都忘了，只记得你一身美人骨，被百姓称颂。我能看到你的美人骨，在哪里啊？在这儿，相由心生，人善则面善。有风骨才有美人骨。全台首播，一生一世，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锁定爱尔达影剧台355频道。